至到2016年嘅一月，嫌犯向事主咧俄稱咧有一間咧相熟嘅車行咧就係可以協助嘅，咁啊先由事主咧向該車行咧就出售汽車，而車行咧就係以購車名義咧再向銀行借貸款項，咁取得嘅貸款咧就會交俾事主咧作為清還佢之前喺銀行嘅貸款，架車咧就轉咗俾嫌犯，但係嫌犯咧同樣係冇支付任何款項咧俾事主作清還款項嘅。咁最終事主要承擔所有之前佢向銀行貸款，合共係20萬元。